李亚鹏2013年同王菲离婚之后，曾经多次传出有新恋情。最近就有网民铺咗一张李亚鹏拖住一个短发女人嘅相，之后仲有传呢位短发女人系企业家，身家超过500亿港纸。5月15号，李亚鹏终于喺微博发文，佢话呢位短发女人唔系企业家，冇500亿，只系一位间唔中中意唱下 jazz 嘅文字工作者，一位令人欣赏嘅独立女性。佢又话佢理解媒体需要流量，但系都希望可以俾翻一啲基本嘅尊重啊。